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今天已经是第六堂的天灾永吉天伦永吉法会。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世间都是一个共业重要，共业一多变成定业，定业有它因缘果报，如庚子年啊，武汉肺炎。这个瘟疫造成有史以来地球人类最大的伤害和竞争，名扬两界的生存问题在竞争，这是共业啊的报和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共业要消除共业是不简单的。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大家的修行努力诵经，啊，以经宝来回向，啊，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的解冤释结，啊，加上最重要的。就是这和字，所以在这一次的天伦永吉天灾永吉，王禅老祖开示要写这个和字，人与人之间要能和平相处，要和睦，要和谐，国与国要和睦，要和平，要和谐，啊，名扬两界，啊，要和睦，要和平共处，这样才能够转这个先世的罪业。既然先世罪业发生了，定业难移，只有一个字可以转，就是和。平时我们的心境本着慈悲心啊，各位同修，我们在台湾庚子年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在台湾啊，除了政府的能力和百姓的相互配合以外，就必须要以宗教的修行力量来沟通名扬两界。
啊，这个是在转这个业，啊，是在缓这个劫，啊，在化这个劫，所以奉劝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平时我们就要多诵经，啊，我们多诵经是利己、利他，啊，更是化解阴阳两界的干戈，这是上圣的心法。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要我们诵经，再诵经，再诵经，经宝的法义来回向，来供养，这是有天机密。虽然台湾小小，地球那么大，啊，地球人口那么多，虽然人都会死，但是要死得其实其所，啊，这样人世间在修行，这个怨与恨就可以化解，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教我们要体察民情，啊，易卦就是轰地观，轰地观就是要静观观察，啊，第二爻动，动第二爻是大地，它的变迁，大地的变化。啊，若是我们以修行的功德来回向，啊，给地球所有人类们阴阳两界化解干戈、习战争，这样的话，动二爻就会涣散，啊，这个疫情就会涣散掉，渐渐的稳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升坛已经是第六坛了，每一坛的功德虽然小小，但是仰仗活力，啊，我们都把它，把这个经宝235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啊，天地间的瘟神，啊，天瘟和人能够解冤释结，啊，要解冤释结，唯有和，和平的和字，没有他法，啊，现在大家的不再造恶业，那是结未来一生的善报、善因缘。但是，既然已发生了，我们就有这个因缘修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以经宝来回向，所以要以众生，要以这个瘟神啊，解冤释结，最好的方法是以和为贵，以和来作为我们的大导师，啊，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中心思想。所以大家在朝向和字，世界就会天下一家亲，世界人类即使
啊，有的往生了，在灵魂界仍然要以和来相处，啊，现象世界还活的人也是要以和来相处，所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尽量多诵经来回向，啊，祈求天恩永续，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死亡善知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感恩天公出巡，啊，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台湾祖师，啊，及诸佛菩萨圣神的加持灌顶，消灾化解的法会法仪，我们已经进入第七堂。第六堂，我们所进行的、所祈祷的是人和、人和。人世间的灾难，都是从人和而引起的。人没有办法人和，啊，用奸诈、狡计来伤害人类的生命和伤人的心的时候，到最后来只有天意来惩罚众生。所以我们谨遵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在庚子年的当下，6月19日，恭祝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及王禅老祖光降娑婆世界台湾净土38周年的华喜之日，啊，深谈，啊，由维新贤士同修和会大众来恭送归古现实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总共数量务必要2350万部的功德，到当下，啊，已经有2260多万部，啊，这些经宝的功德天，是在祈祷，啊，玉皇大帝提供。龙天护法、上帝阿拉、诸佛菩萨，啊，民我维新弟子所求，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所以在，昨天已经进入第六坛圆满和人和，啊，人和的视线。就从最近美国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两位，人上人都一起，乘专机来到台湾，这个是人和的最高境界的视线，这是天意，也不是凑巧，
啊，所以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啊，用这个演化来肯定大家所求，所以我们这一个祈福的法会，啊，是为整个世界、为人类的平安而修。那么，当下这两天，啊，世界国际疫情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就请，黄慧荣贤士来报告。师傅、院长、执行长，那我来报告一下，到昨天为止的那个最新疫情。今天是8月11日，是我们生产第四天。那截至昨日8月10日晚间的10点左右，全球确诊人数来到1990万人口，那新增人数为274000多人。那在昨天菲律宾，确诊人数新增有6958例哈，再创单日的新高。那法国首都巴黎及周边疫情都有升温哈。那目前全球累计的人数哈，前五名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确诊人数是504万，昨天新增的是47600多人。那它的平均是66位民众当中就有一个人染疫。那第二是巴西哈，它确诊人数累计到305万。那第三是印度，它累计有221万人。在第四名是俄罗斯，有89万人，南非有55万人。那昨天新增人数最多的第一名是印度，它新增62000多人。那第二是美国，新增47600多人。那第三是巴西，它新增了23000多人。第四是秘鲁，新增了14100多人。第五是哥伦比亚，新增了10600多人。这是昨天的疫情哦。以上报告，谢谢各位。由这个疫情的演化来看，我们来分析，这是千亿的视线警告人类。在人和方面，要有相当的觉悟、觉醒，否则的话，灾难一直会蔓延。那么在昨天下午深谈之后，千亿视线，在禅机山天坛大雨倾盆。这个是代表着、表示着龙天护法普降地球。这个瘟疫就会慢慢慢慢的降温下来。那么我们很感谢各位同修，大家继续要努力。要诵经来为人类来祈福，我们也感恩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嵩院长所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身可意供养来做消灾化解，上天的慈悲一定会满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的祈祷。那么昨天的天坛，整个大地都充满着这个甘露，这个也是在启示着我们，甘露满大地，满虚空，
还胜过火焰满大地，所以这个也在告诉我们，用易卦的卦象来启示、来研究，就是火天大有已经弄到第四爻。第四爻是人和的人类的最高境界的来相互的交流。月令是申金，第四爻动了，就是兄弟台湾中华民国以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做交流。这个是上天在启示着我们，也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在启示着我们，王禅老祖的演化演绎义就是阴阳演化阴阳的原则所以由这两天的国际形势来观看是在警告人类一定要打人和这个第六爻是官鬼，是火，是官鬼官鬼呢，今天月令是申月申酉是六合而且我们第四爻一动，动第四爻是月令人和，所以要解除这个未来的疫情，必须要从人和的交互来往才能够化解阴阳两界的干戈及战争这是我们从易的演绎演阳的真禅奥义呢，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了解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的同修还有八天的时间，大家尽力的把经补齐补满我们的法工义工们你们很辛苦能够为整个地球人类来奉献自己的生口意这无谓的布施，这个是值得大家来给他赞叹我愿呢各位同修们大家再接再厉，各位法师诵经文法师们再接再厉，我相信可以满愿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会满我众生大家共同的本愿，就是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知命才能知运，天下太平一万年。
七千年，伏羲花瓜开天门，女娲在瓜就功成，广禅老祖妙智生，一经心发苍天际，风水总教离人间，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千年，伏羲花瓜开天门，女娲在瓜就功成，广禅老祖妙智生，一经心发苍天际，风水总教离人间，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巍巍法脉七千年，伏羲花瓜开天门，女娲在瓜就功成，广禅老祖妙智生，一经心发苍天际，风水总教离人间，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七千年，伏羲花瓜开天门，女娲在瓜就功成，广禅老祖妙智生，一经心发苍天际，风水总教离人间，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七千年，伏羲花瓜开天门，女娲在瓜就功成，广禅老祖妙智生，一经心发苍天际，风水总教离人间，为心生教尽重天下太平一万年。巍巍法脉七千年，伏羲花瓜开天门，女娲在瓜就功成，广禅老祖妙智生，一经心发苍天际，
维新电视即日起新增有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以各位死亡善知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庚子年，维新圣教啊，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堂。在早上第七堂，我们开示，很高兴呢，人类终于以和为贵，相互的包容，相互的成就。啊，美国啊，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啊，同时来到台湾。啊，以心会友，以心会伙，这个友谊啊，让人类点燃一盏希望。尤其对于庚子年的天恩，是一大喜事，所以在早上9:01，在台湾的东北方，啊，天地震动，地震了，来相辉映，勉励世界人类。终于有这个决心，我们感觉到人类的决心啊，是要用行动。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这个疫情蔓延地球196个国家。啊，身为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佛会大众等，皆以恭送经宝，以宗教的上圣心法经宝，啊，2263万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啊，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虽然我们的人数
在世界人类比例上是很小很少，但是佛法道法圣法的真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是我们人人能够同时发出以和为贵的心恨念，而是那未来将会更加和乐融融，人类会更加的相互珍惜，这即是大爱。天神有爱，天恩也有爱，天恩煞神的与人类的对立和冲突，虽然我们表面看起来这瘟神来势汹汹，但是瘟神本身也具足了爱和慈悲，而我们也具足了爱和慈悲。瘟神的爱与慈悲我们肉眼看不到，而人的爱与慈悲是看得到的，可是人的糊涂啊，往往由于三毒贪嗔痴而造成了爱埋没了啊，那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冲突一发生，就埋下不可收拾的因果力，生生世世的业力、报复、恶业啊！所以这个是人类最容易忽略的。黄山老祖开示我们，要多诵经啊，多以行动来表示啊，就可以感动瘟神，尤其感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会化于无形，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意愿人心相疼爱，共同祈祷世界的真和平。所以今天啊，早上9:09的大地震的真实意啊，在这里啊，勉励各位同修，大家继续本着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大爱的精神，我们来共同来祈福祈祷世界能和平，祈祷世界天伦永续，人世间充满着和乐的人间净土啊，祝福各位。维新电视二台开播喽，每日精选播出混元禅师开示精彩内容，包括阳宅风水学传法，
老祖大慈悲，道家慈航为太平，万仙万神来朝礼，共转世界永和平。三流天罡难天籁，七二天师天心是天心。
由台湾维新。